在横店看到了邢飞和京超，当日邢飞穿着简单素雅的天蓝色戏服，京超穿着黑色戏服，外面套着黑色长款羽绒服，两人走到剧组中央，认真听导演安排和讲解。练习差不多后，正式开拍，邢飞、京超看着另一位演员拿剑自杀，连忙阻拦。对戏结束后，助理上前帮邢飞整理服装，随后邢飞走上前与京超及工作人员聊天，有说有笑。小伙伴们期待这部剧吗？